我这人民币得要冥币到期啊，几块？三多多二十，24块。质量好。嗯，你看车子本来还底下一整，不是效果涨一遍的。人民币要走的，嗯，今年能卖了？叫你买好了，反正暂时不用卖。为啥？有人们念好的，早以前念好的。对，今年开始不就走，不是不就卖。这边。多少钱？好别多少钱？啊，是一块，一块几了？一块几毛两斤？我上不去，不是买，养的太太什么了？这地大，再低下去。一块钱三块。嗯，外面卖是五块是吧？他也在包上得了两行，也还讲的。那你看，那义务。地产多少钱？两块六。嗯，外面卖多少钱？卖五块钱嘛，你地产子。前面，这不是一楼上卖的火车，江山、梁山，还有这些，草坪也是这些，摇钱树，这不是？也是小的，不是？就楼上没失火了嘛，楼上没养活了一会是下山了，说的是，喝的米烧酒了。啊，那烧到了，这不这样，就那切口鱼啥，小买上买上。中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上呢？它其中也之前就规定了，就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，在宣传品出版物或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啊，那么这个呢是禁止的行为。那么如果要是违法的这个行为呢，那么要没收违法所得，还有这些那个进行罚款。是违法所得的1到3倍罚款啊，没有违法所得呢，处1000至5万元罚款。此前呢，在我们那个这个法律规定中嘛，已经做了相应的规定，就是《人民币管理条例》和这个《中国人民银行法》啊，都做了这个规定。那么这个规定呢，只是没有明确说禁止用品不得使用这个。新出台这个规定呢，是对以往的法律的一个重申，比较明确，在这禁止这个产品中就不允许使用人民币图样了。